How are you? 我跟你们住的什么学校？那个就是 爱美的男孩子，不适合，可能说，看你要不要。为什么每一次我画眉的时候呢，我对你说，我化妆没有搽粉的，不是我皮肤好不好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搽粉的，所以我当画眉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有困难，它比较很难上颜色的。 所以后来当我上头咗之后，哇，very good，就是用一个呢种嘅浆糊，我哋小孩子粘东西的啊，用种面粉啊，即系米粉煮出来种嘅啊浆糊啊，你外面都买嘅，你印出来，咁你哋怎么画眉咧？嗱，我示范俾你看，嗱，用一支笔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做给你看呢？因为我要方便给你们，嗱。 我画出来先，我画给你看，这个就是我涂了结果的。涂了这个，这个没有颜色，因为眉毛呢跟着手不一样，因为我只手画俾你不太方便，你看一下。 呢度cut条先啦，OK，嗱，我怎么画给你看啦？嗱，你看我只手，啊，没有东西噶，啊，呢度完全没有东西噶，啊，呢有东西噶，咁啊，然后呢，我将它涂了先，涂了先，然后呢，涂了咗之后呢，怎么画眉画得比较可以上颜色噶，就是用这个方法。 因为你唔用这个方法呢，因为我唔怕对你说我化妆没有涂粉的，<笑>不是我的皮肤美不美我不知道，只不过我真的没有涂粉，所以没有涂粉呢，我当我画眉的时候呢，就比较很困难上嘅颜色。但是我后来想到呢个方法，真的 very good 嗱，我呢个就是刚才。 刚才我涂了这个噶，你对比一下，啊，你对比一下，啊，对比一下，啊，对比一下。咁啊，然后呢，我又唔怕告诉你，因为我涂了呢种东西啦，它很容易上颜色。为什么？因为呢种笔呢很干啊，或者我哋咪皮肤也是很干啊，所以我当我涂了呢种东西上去，然后涂很好，嗱。 我现在我完全不要这个色，完全不要色啊！要开始做这里，我画一条给你看。嗯，啊，嗰只手都喺后啊。如果我画条眉咧，真系不一样嘅。我对你说，真系不一样。一手可能系画，啊，我就出一滴汗水。如果你加了这个咧，画出嚟就好眉嘅。如果没有加咧， 有可能是这样嘅，很难上色嘅，很难上色嘅。你try啦，你自己认为啦。如果你喜欢嘅，你觉得有烧过嘅，啊，用这个有烧过嘅，你就用这个涂第一层，然后第二次就画这个。除非你啦，因为呢个画面系方便我自己的，因为我自从我用了咗之后呢，我条画眉啦比较容易上颜色。 因为我们没有搽粉的，所以也方便我们。我出去没有搽唇膏的，只系画一条眉。现在戴口罩，连眉都懒得画了。咁啊，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好，效果很不错，所以你要记得来了啦。就是这样啦，祝你们青春美丽。